欢迎光临。你好，title list 帮我补一根九号杆。不好意思 ，title list 您如果单购的话是需要提前打电话订购的，我们这儿的现货都是整套的，不能拆卖。那你们这儿其他品牌哪个有九号杆？这个品牌。好，叫这根，刷卡。好。谢谢。那么巧，在这碰到你。陆远扬，你来这干嘛呀？你来干嘛，我就来干嘛呀。我明白了，看来是奥里斯生意不太好，陆总太在意面子的秀，所以自己亲自来抱大腿啊。你这么说就表示你来抱大腿的，我呢是陪陈总跟陈公子来打球的，没有别的目的啊。陪谁？陈公子。嗯，球打得不。好久不见了啊！不好意思，打扰一下。是的。不好意思，您这张透支卡的限额到了，请问能不能换一张卡？哎呦喂！我没想到啊，你现在活得这么不济，连信用卡都还不起了啊？不需要了，谢谢。他要的这根杆子算在我的账上吧。不需要。这根杆我要了。我不要了。乔安，你听清楚了，我说的是我要，没说要送给你。您是乔安小姐？对。真不好意思。这根杆是您寄存在我们这边的九号冠军杆。恼羞成怒的人就是先输了。我就是恼羞成怒了怎么样？去报警啊，凶器在这儿，拿着。